好，今次介紹台灣製造嘅 SR5 即係 MP5 嘅 CO2 gas blowback。咁呢一支槍咧，本身咧都幾聚手嘅，成支咧都係金屬噶啦。咁啊，最大賣點係一隻 CO2 嘅彈夾。咁歐美國家嘅人咧就最開心，因為咧就唔受天氣影響 ，top gas 喺歐美咧就比較難揾啊玩到嘅，因為太凍啦。咁可以睇一睇個說明書先。咁裏面咧其實已經出咗一段時間，都齊曬咁多 model 噶啦。咁我哋都可以幫大家訂到翻嚟嘅。咁有冇尾柄版本啦，跟住亦都有接打橫接嗰只啦，啲嘢少見啲啦。咁啊，彈夾方面咧就係用 CO2 嘅。咁啊，我已經入咗支 CO2 噶啦。咁呢度有個掣，一撳落去咧就可以成個彈夾拎出嚟，再攞個一蚊銀開咗蓋，入支 CO2 閂翻個蓋，咁就可以射擊噶啦。咁呢個彈夾咧都可以裝35發，入好咗啦。跟住咧，我哋咧就撈 BB 彈啦。咁我呢支 CO2 已經打咗一夾噶啦，嗰個 blowback 非常之有力嘅。咁佢係玩個舊款嘅下身，不過粒選擇細，個型咧就非常之唔長身。咁唔係好重嘅啫 ，cock 槍嗰個彈弓，裏面套火控咧就失真嘅，就唔似 H&K， 即係 VFC 一定係靚好多噶啦，下低個火控內件，佢反而就似 M4 啲內件嘅。睇說明書咧有冇嗰個爆炸圖俾大家睇下。啊 ，hot box 方面咧都係拆再輕夾之後喺個 barrel 底部，咁就有得教 hot box 嘅。你看到呢套火控咧，係完全將 M4 搬咗過嚟落一個 MP5 嘅下身嗰度。咁呢個就係個煲嘅設計啦。好，試槍。咁隻夾咧，嗰個外形咧凸咗出嚟咧，都非常之唔認真嘅。打了已經30飛了，之前現在都很大聲。好，現在是full auto了。好，打到最尾是會停刀的，有興趣呢可以查詢一下。